神户牛肉是指出产于兵库县的淡马牛肉。淡马牛属于日本和牛的一种，不单止血统必须要纯正，就连饲养的方式都有一套严格的要求。譬如神户牛在食稻草、干草之外，亦会进食用大豆、玉米等等所制成的营养饲料，所以无怪乎在咬下去的时候，感觉牛肉的肉质肥嫩可口，香滑鲜甜。神户牛肉在日本料理入面占了重要的一席位。今次我们来到神户这间获奖无数的八座和，亲身去试一试淡马牛的滋味。当文英一食下去的时候，真正明白到什么叫做实至名归。